好，欢迎回来。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决赛的对局，是由谢赫对阵古力。这两位棋手说起来的话，似乎对这个新南王都不算很有缘。对啊，古力是这个对新南王赛，好像是只要于平参赛，他就。对，于平参赛的话，古力就没什么希望在新南王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是。那么今年于平没有参赛。对啊，古力有一年是就第二届新南王赛嘛夺了冠军，那年好像于平也没参赛。是吧？对。第二届的时候，那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情。但是其实近十年来，古力一直是实验保持了很好的状态，或者说在国内排名一直是名列最顶尖的那个层面的。既然在西南王的比赛中一直是没有再获取冠军，这个当然几乎是都倒在了于平的手下。对啊，我觉得西南王赛应该是古力的一个怪圈。那么谢赫身上也是也有点同样的情况。对，他也是西南王赛也没有什么好的成绩，似乎几乎决赛都没进去过。对啊，所以呢也是蛮意外的。对啊，所以这次呢谢赫进入了西南王赛的决赛呢，我们对他呢还有一段采访，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好的。因为之前我参加过多次西南王嘛，这是第一次打进决赛，应该说比之前有所进步。决赛中古力也是彼此都非常熟悉。古力最近状态很好，又重新回到了等级分第一位。前也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备，希望下午能够发挥好，能够有精彩对局吧。好，欢迎回来。这个听了谢赫的这个采访之后啊，我就想到这个谢赫跟古力是一个队的，都是重庆队，所以他说他们两个人是非常熟悉。然后他觉得古力的状态最近特别好，然后他呢下了这么多年西南王赛第一次进入决赛。他也这么说。对啊，现在我们看到是古力。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古力在下棋的时候都有一种目露凶光赫哥好像没有，就是说虽然他很专注，他们专注是一样的，但是他的眼光好像觉得很柔。您看是吧？是吗？我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笑笑面先给他们俩。有了。对啊，现在这个好像也不是很柔和的目光了。那是不是在棋手中如果想取得好的成绩，目光必须要那倒不见得。可能你说的谢赫的这种目光可能也是柔中带一点刚的那种目光。那古力呢？现在正好又是古力的特性。确实古力的目光是比较锐利。就是感觉啊，好像我们所有的棋手坐在棋盘前是和平时生活中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对，因为棋手这个一方面棋手在比赛中嘛，或者坐在棋盘前，这就是一种工作的状态。然后棋手呢这个工作的特性呢又是比较特别，跟常人的一般的工作又不一样，所以要求特别的专注，然后又是和胜负那么紧密的就是在打交道，你就是说你有比如说几秒钟的松懈，可能你就满盘皆输了。是啊，而且我们西南王赛又是一个快棋赛。如果几秒钟都分神了呢，30秒肯定不够用了。对。那好，那我们快来看一下这盘棋。这个实战，这盘棋经过拆先是由古力执黑。星位啊，小木。小木。这个行为，对，这个是行为，也是走在这个位置上。最近还这个太流行了，不管这边小木还是星位，这个小木的位置，这个位置时候下这个行，这个小小中国流的话，很现在有点多见，以往是很少见。而且又是在这边其实没有任何配置的情况下，就自己就摆出来一个这样的一个阵势。现在白棋大飞挂。然后高拆这个是
最常见的一种定式吧。嗯，挂角一间高加，一间高加，高加不是太多见。嗯，高画对最多见的是托，然后是二间高加。现在托的话，黑的肯定是下雪崩型。哦，就下雪崩了。是，哎，不过现在真正能下成雪崩的这个情况也不多啊，不多，因为黑棋如果敢顶了班，那白棋一般来讲我看就退了。就粘上了，啊，粘上是吧？就粘上了，退的话就下成雪崩了。嗯，是。但是可能白的如果这样的话，白棋觉得还是略微有点不满意。哦，这边正好就是、这边的政治，上边的政治对黑棋来说还算挺理想的。嗯，因为它是加，这个加呢，实际上是这，因为有这个子的缘故吧，黑棋总是不情愿在这里跳的。想跳的话，白棋就顺着跳来，好像对在这个棋位置就不太加了。嗯，他现在是这个反家，这个反家也挺奇特，没见过。嗯，我底感是没见过，是因为如果下到这儿的话，这个见过。 对, 对, 对，这个的话我在想，如果是反家的道理，是不是人家小了一路我也应该小一路呢？嗯，有这个可能性，但你这个挑一路的话，他是这样，他应该是会跳白棋，那我再从这边跳下去的话，就这个子啊被白棋加紧一路走，这个子的腾挪的余地比较小。嗯，脚步几乎没有腾挪的余地。那怎么下呢？飞一个，如果要下的话。黑棋下。对啊，我说如果黑棋下，黑棋这边又黑棋可能要先往这边下。好，先从这边，说不定轮不上黑棋在上面下，是有这个可能性。嗯嗯，当然黑棋下的话，你说的这个是吧，也有可能性。是，对，不是说不肯跳吗？因为怕那个子位置不好，然后这边活动空间又小，我想那就干脆从金处理算。因为有这个的话，因为黑白棋来说，从脚步的一接横，这两个子就联络了，这个是就是白棋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棋形。嗯，所以这个夹击的话是这样，我觉得作为黑棋来说，他所要担心的是白棋的这个反夹。我也没有想好他是黑棋是准备如何下边。对啊，这又拖不过。对，准备怎么下跳，然后对这个子，这个子你怎么进攻啊？这个子是这样，既然已经远了一路的话，这个子你拿不住他。没有好点。对，飞如果他跨断你，这个子对作战能帮上吗？比如说那他可以帮上一点点，但是好像还不太够。嗯，这个棋形吧，我甚至于就是脑海里真的出现这样的变化，再跳。再跳跳过后退。后退，那我虎一个。哦，你是虎，不是藏进去是吗？我藏进去，觉得以后这边被黑棋下一个白棋挺难受的。那您接下来呢？总不能拖吧？嗯，想飞过。这个。嗯。有点不太像棋，但是，我觉得是这样，这棋。你拖当然不行了，被他搬过来。对，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子，我拖了断，这个还挺好。对对，有了这个子，好像这边的定型飞棋反而。然后你也不能这么照。那照的话，我就算穿象眼儿，对啊。对，这个棋做子位在这里，这是一个好形。然后这样的话，你没什么别的棋象。跳，跳了再跳。哇，那么强硬，这个能成立，当然太好了。但是，好像还是挺可怕的。这个黑棋负担太严重，搬不住，凶多吉少，搬被他冲出来。退的话，这地方有瓦。嗯。啊，所以说有可能真的是局部来说，这个有这可能性，因为你不连通连的话，白棋出去是攻你两块的。嗯。那我怎么觉得这个交换反而黑棋还亏了？因为第一呢，非常不想跳，黑棋还是跳。嗯。
然后黑棋还只能下在二路上，这里形成有点太委屈了。但是这个棋形我是很想下的这白棋，作为白棋方的话，或者说我下白棋的话会这么下。实战谢赫是更冷静，对他跳。蔡英浩好像黑的还是有所满意吧？这个是国家队新研究的课题吗？不知道，但最近一间高家是下的挺多的，因为前几天应世杯的范廷钰对朴廷桓的第四局也下了这个一间高家的棋，是你应该有点印象吧？就是那个这地方，他后来是这个局部他是这么定型，就朴廷桓的黑棋是拖了一下才飞，他防止了白棋在这里靠，才靠他可以顶。那看来就是大家最近对这个研究的多，也有可能这是他们的新成果。也未可知，我不知道这个下边的黑棋是有什么厉害的下法。实战是谢赫走的仗，那么这位黑棋来说，能猜到这个二还算是满意吧。我这个时候突然间想到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行不行。好像也是一步棋。然后想着，因为这棋本质上，如果我还跳在这儿的话，你是过呢还是出来？出来可能就这手棋不见得有必要。哦，因为想着这个定序，如果他一间低家不是有跳的吗？那一间高家是不是也有跳？要兼顾一下这个子。那是这样，低家的话你是必须要跳，不跳他还拖过这个地方。高家的话你没必要要跳。哦，我就想兼顾这个子，这不我也可以跳过。对，但是高家的话你要跳这个，他这个一子因为在高的位置上，他这样尖冲就很容易出头。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所以猜一下。猜一下，实战白的是走这个，这个是黑色是满意的。它是叉二，因为我们很多棋的结构都可以反过来来推理，等于如果是左边这个结构的话，黑棋也不算是不好的棋，那白的这个家现在也许是为时过早。那就这样的话反而黑棋的这个好处理了的。他是走这个跳刺一下，这个刺实际上是他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想抢先手，刺完了他想这样动出。当然白的如果外边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棋呢，这个也是很大的一步棋。但这个动出也不是特别严厉，对是吧？对，动出是这样，动出他是走压上边。他不能往下压，压不了出来不行，这样白棋就变成烈性了。他这个当然这手棋的失控是会很大的，他是走这个，他要飞哪他管出来。不要有这个才能飞在这儿吧，没有这个被他顶在这个地方封不住。哦，所以他一定回来，然后管。这手棋挺大的，黑的是很情愿在这里再花一手棋的，只要他得空的话，那实战白棋是脱险了。白棋什么地方会比补一个大？很想过小尖对，瞄着这块。一点点瞄着吧。对，下步一点点瞄着。不管怎么说，这个棋总是又有空又破这个黑棋的眼位吧。然后他能够，如果是逼着黑棋在这一带出来的话，可能他还是要成功。因为他这边对现在就要闯进去了，因为不能让黑棋的眼型太好。那个棋吧，他往这跳，当然鼓励的话绝对下不出这样的棋出来。但这个跳这个位置也太低了，二路位置太低，但是这个跳是不是大？我觉得要不就什么都不走黑棋，还是一手棋都不走，走别的大的地方。对，这个走的话，黑的走不出什么东西。最主要拿白棋的这个子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下子拿不住。你看他是走在这儿大飞，
因为这个结构其实刚才也已经大致给大家介绍过一下，就是这个子跟这个子的结构封不住这个子，所以它实际上只能走在这，其实也给白棋留一条缝，白棋就跳出来。对，嗯，肯定如果是强封的话，似乎就本身这手棋，我觉得它是不是都可能有破绽呢？这手棋是啊，有啊，就是点一点，有没有靠一靠？嗯，有没有可能怎么这样点一下？其实对这个棋形啊，它的一个缺陷，或者说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棋形，我想有些爱好者如果说能够记住的话，是有点好处的。就这地方是它给有点。那我刚才也想了，点了一压我，八啊八。这个图就是在有些场合是可以成立的。哦，这个还真没想过，就是、我就想着这一压着一搬就搬回去了。这个是一个，但是你就不见得下得着，比如像这点的话，可以并一个，对吧？这个不见得一定走得着。不，就像刚才现在的场合，走到这个也不一定便宜吧？但是有这样的手段，大家脑海里要出现对这样的图形。对这个图，反正这样有的时候我是没有，可以给对手一个意外的一个打击。对，确实，本来我就想到这儿嘛，就想了两步之后，我就没想过下一步，我就想这不连上了吗？那这一扒，我觉得这手棋可以回味一下。然后他是鼓励我，就这地方我是有点不太情愿下这样的棋，觉得会伤到自己的上边的那个发展，会伤到，因为这两个子现在还轻，刺一下。他现在回手刺，他都不刺的话，怕他做活是吧？他刺完，他希望能够小尖，这样的话，白棋倒是有点重了。对，嗯。那他次序上的话，是不是应该先刺这个慢压呢？因为这地方可能是这样，逼着白棋定型比较好一点。这个地方压的话。压完再走，这白棋这两个完全就清了，现在就是开辟白棋开辟新的战场，挂进来黑棋大概也是要再跳，但是跳的话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黑棋这下法挺无聊的，就是这个压撞上了白棋的硬头，要白棋刺，白棋厚了嘛，反正就让黑棋下的厚一点，自己不心疼。这个不是这个单，这个刺完他还要刺了，并不觉得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后刺。拐到这的话，可能这一带有余位，然后就只能粘出来了。对，这一带是一种双方纠缠不清的一种状态。黑棋怎么攻他呢？其实黑棋是走这个，我们看看他有没有成效这样的进攻。这个其实是飞是我的第一感，我反正比较怕别人这么下。对，反正这棋真要按这样的一个棋形进行下去的话，我觉得黑的也是蛮可怕的。因为这个叫引狼入室，有一点把自己的这个空都给破了。因为一步是这个第一杆扳住，他长，我在那想这个棋。对，虽然攻的这两步看着挺舒服的，但是黑棋的这个空，似乎白棋这两个交换之后，黑棋空是没有了。对，吃住白棋容易吗？不容易，但是他实战是藏在这儿的。他难道是想，如果顶的话，他希望这样吗？然后他就跳了，爬回去。哦，他跳。跳被人家挡一下，然后一会儿再搬出来，这个作战可怕，也不是说没可能性。这个棋也是很想下的一个点嘛，因为但是他挡下去了，下面黑的这地方，黑棋跳一个，啊，太可怕了。这个作战是什么？前景不明。不明。他如果搬一个的话，你挡不挡？挡的话，他一活马上就已经回家了。那这地方黑棋太可怕，
不见这么下，他还可能还会爬过去。哦，就这样算了。但是白棋，因为你因为盖不住，盖的话他可以挖。啊，你这虚跳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另外的一局棋吧。这地方实，但是实战白棋是接紧，粘上，然后他表示我这不怕你搬搬出来。但是黑棋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只能搬了？只能搬。我们白棋靠下去，小尖，小尖挡住，然后搬粘，粘。贴一个。像这样的贴就先手，因为白的这边太硬了，所以一般就回家了。他要立。黑棋也这么多断点，好像白棋不怕。白，他就做眼。黑棋就活。这个没，这个是白棋的权利嘛？作为黑棋来说，如果想杀白棋的话，只能下来转。那其实他也活了，这样打出打出一回他也活了，局部他也活了，所以他也吃不了，所以接力也没意义，他应该还是接回去了。也是搬了，打一下虎活。这个总是一个棋形了，不走的话他被人家点在这儿。比如有个在拖啊，对，就可以点。主要是渡不过的话，他先不活。那么总体上来说，白棋收获大，还行是吧？你觉得白的收获大是吧？这黑棋这边他投入了三手棋，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多少目。这里还有搬，然后外边这里还有冲断，外边也不够厚啊。这个头拐在这，白的也挺好。那黑棋应该在这里补了。没有，黑棋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哦，进攻。我觉得以为黑的射在这里，但是这地方黑的挺薄的。我们来看，看一下实战他的。不会马上就冲断了吧？冲断了，实战他的进程这样，冲。这个不知道，因为这是快棋吧？双方这是做双方在一瞬间的做出的决定。就是他们的第一感。对。冲断。我觉得这太可怕了。冲断的话，他这个地方可以扳住，是吧？他打一个扳住。这个层面上，黑棋已经有所得利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我觉得，但是白次序当然也不容易下好了。到底是先下这边还是先下这边？先下这边的话，那边就清了。如果只要走一个，他上来，那边什么都下不着了。每一个冲突的后手，每一个冲突的后手。对，那如果这样的话，白棋当然太好了。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它实战啊，这个结果，我觉得白的什么地方战略上有点错误。那我觉得这套组合拳本来好像就不太容易把它组合特别好。如果我先走这个的话，您这边肯定就看清了。那实在不行，就刚才就硬他呗，这里慢一点动手，那就动不了了。对，他不是活了吗？也没有完全活，还有可能是可以冲断的，因为这个冲断白棋的损失就被黑正好唬在这。这是白棋很不情愿的地方，而且这边还吃不了他呀。那吃他直接这么吃有没有可能性？可以走这个。爬回来还是小尖？哪个对眼位好啊？爬回来，我能搬着吗？能搬着，这个得挡吧。我要把你罩住，然后跳。有危险没有？跳这个啊。跳这个再接，倒是也不会死，这个确实也不会死。这个棋实战白棋是下去了，下去我觉得黑的还算比较有利的，靠出来。主要是啊，这边多一手棋就把这两个子它间接的就给制住了。对，毕竟这个头封上了不得，把这手棋变得特别的恶。这个冲跟这个虎交换。
看着黑棋这么多毛病，为什么就抓不住他呢？对，我觉得现在这棋黑棋应该是顺掉，那白的这几个子当然是不能死，肯定得跑。那现在等于说黑棋通过损失了这个，然后换取了全局的主动。对，可以这么说吧，因为并且这个地方成空也是相当大，白棋也是蛮痛苦的，只能这么卖。然后虎长也长，长因为这一带白的气比较紧吧，你说挤了挡住都先手，所以黑棋应该是有眼位的。是，压了一下，对，也要飞出来。就是跳。这个双方可能都是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命令性。觉得白的应该还要跳，但是他没有跳在这儿。脱先了。好，把那个过，目数很大。过是吧？这个确实挺大。我觉得走了这手棋之后，感觉白棋的目数应该领先了。因为不走的话，他会小接，基本上先手。你收了这个。那其实这手棋也挺大的，就简单的飞过来也特别是飞过来。这个跳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称它为大场也是不为过，但是这个是一个逆收的一个官职。对，这个走完也特别大，这个白棋这边好像要被搜刮。对，有收被收刮的可能性，肯定得跟着硬吧，我觉得不硬危险。对，挡上你这地方就被收刮，我打一下，你不能坐眼回去吧。这个确实也挺大。不过这个也不小啊。对，这步本身目数就很多，这一跳过来白棋，这个飞过来黑棋。现在局势怎么样呢？是白棋目数比较多吗？局势怎么样？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吧，好吗？这块棋应该算白棋扳接，一二三四五目，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十五目。那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四二五六二七二八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四三十四点二十五目。对。啊。五十九目，小六什么样？六什么有了？这地方，黑棋有六什么空？白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我算它尖了。三二三三三三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五十，五十对小六什么？现在白棋下，哎，真的还是稀奇的一个。而且这么说，刚才我看见一点目啊，对，我就想，不，我觉得这不大，我现在搬粘不就完了吗？搬粘你不见得是先手，我就搬，这打劫啊，对。那打劫呢？我也下到那儿，比这个他随手一什么是一尖都是，都是先手，你接下来不一定有利啊。那我总是留一块打劫好啊，这是对方的，我是无忧劫啊。不好说，一定是无忧劫。你要说无忧劫，我是要给你稍微那个说一下。我有什么用？不就等于您比如说，我这走掉了啊。你来打吃是吧？对，我就打吃。因为这棋，你如果打这个劫，你也不是无忧劫，我提过来挺大的。那你如果接，我知道，看见了这一扑，然后这一打，对，接上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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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只能打那个劫，我打这个劫，因为这个角，但是你也有一点重的，你不是说算无忧劫，我提了再提，是先手。我等下步提了就把你四个都提了，因为我打吃打吃了一打把你死，所以这棋也有负担。白棋搬这个黑棋也可能会脱先，并且这个大官子随手就被黑棋占了。所以还是这个实惠。
但石慧他是后手。嗯，那就是后手，没办法的呀，他就是后手。然后这个攻过来，嗯，还补吗？他补在这儿。刚才点目好像这个黑棋的目数挺好的。也不见得挺好。刚点黑棋六十来目的话，白棋有五十来目。对啊。白棋先下。但是白棋下这是当官呀。哦，这地方又涨了三五目棋，五目棋，比如说，那就五十五目对六十。该黑棋下，所以始终还是一个细棋的一个场面。嗯、行，这个也很大。那黑棋厚啊。嗯，我怎么就觉得黑棋好呢？点一个一好像也不进来、嗯、我觉得这个棋现在厚薄，那是不是肯定是黑棋厚？嗯，黑棋哪里厚你跟我说。因为我觉得白棋这块棋它还没有活，走了一个应该不太薄了，我可能还能搜刮它，比如说一会儿我攻在这边了，它可能还要去做眼、嗯、那我没准这边就会能撑掉。当中这地方就是一个胜负的一个地带，而且他如果跑多了的话、嗯、我一旦后了这个角，我以后这样点一点的话、哦、您刚才算那么多目，这我全算满了。对啊，这算满了。我觉得白棋的目都很软、嗯、黑棋的目都很扎实，但现在是白棋下。是啊，我攻他他就不，现在白棋下，你这时候前面是白棋下，所以他下的话就他的空就不软。嗯，对吧，他说不定还觉得、哦这个嗯、他说不定还觉得你的空软了。比如说他走在这儿，他觉得你的空软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对厚薄的判断不，这个是相当于挑战性的一手棋了。看看我到底是缩回去还是要跟他作战、哎、因为你缩回去怎么缩在这里，那一下缩好多目。嗯，倒是目数上我刚才也就点到这个界限，但是你刚才所谓所说的厚薄这个程度就没法再搜刮它了。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对吧，有这个点的话就不好攻了是吗、嗯、对，那攻它不可能，它从中央要成空吧，他可能就在他有，如果实惠的成边控，他这么成，嗯，这样弃子冲断，嗯，他有这个子的帮助还是蛮厉害的，因为你要打下去的话他就往上冲，因为走这个肯定白棋便宜了。嗯，对，这个目数也见的、走这个他是怕贴起来，那我只能搬吧、嗯、断掉。如果说简单的，上边吃一下，再加上、嗯、吃一下，拐一下，嗯，吃。哎，这个地方你看，这两个点很便宜的，没有这两个点的话，你吃把我吃了、嗯。现在有这两个点，现在我吃不着了。对，我可以在这里成空、嗯。这个图形肯定白棋有利。对，就只要被点一下，不能下成这个棋形，不肯缩，尤其是这个鼓励、嗯、那这棋这个棋黑的实战是冲断，冲这个断这个、嗯、这个我觉得谁都得冲断、嗯、谁都得冲断，对，这个挑衅意味太浓了，嗯，不能忍。对，所以下棋的时候啊，像现在这种地方完全就是出胜负的地方，局势呢还处在那个焦灼的状态，然后我出这一招，对啊，非常想要便宜我的。白棋的谢赫来说，我他觉得他自己不太过分，如果你要来冲断的话，说不定你死得很快，有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判断。嗯，那么作为鼓励来说呢，说不定觉得你这个绝对过分，对，说不定你这个正是撞在我的枪口上。对啊，其实还是说到底还是对厚薄两个人的判断，其实我们刚才也一直都在判断到底这个地方厚薄到底是什么、嗯、当然不会，这厚薄的关系是中间也时刻在转换，或者说也是要有后续的计算作为 支撑的嘛，对吧，然后当然作为信赫来说，他敢下这个绝对不是绝对不能就弃了，准备打这个的、嗯、是吧，他肯定是打出来要打出来的，因为你要打这个的话
那这个明显就是碰运气，试一下看你敢不敢反击。对，不是试运气了，你这真要打这个的话，谢赫以后下棋的话就绝对不能再下这样的飞了，每一个棋子都会给你冲断。对，就知道那些是想都不想就给你冲断，你要都打在这儿，这个就不行了。打这个的话，你可能真的是你在江湖上的话没法混了，对，这个威信扫地可以这样，可是这是必须的一手。对，死了也要这样死，这个是肯定的。既然敢下飞，如果你冲动，必须得跟你硬来。那这棋从棋形上，就是单纯的棋形上来说，黑的也确实是也是相当的可怕的。啊，就像是外面好像外边也有点薄，然后这个地方有冲断，这拐下去的话，那这白棋有突过，这边也有掩位。对，这还有两个。然后绝对的说就是援兵，跟中央的话应该有关系。我的。我其实还没看过这棋谱，我在想，应该跟中央的这个白棋这块棋生死会牵涉进来。如果白棋这块棋是活的话，那黑棋是断然是不行的。哦，那就是因为它这个中间还没有完全安定，所以黑棋才会冲断。如果这块棋是厚的话，那冲断这个白棋是肯定不怕。不是，这个就是你刚才一直判断的嘛。如果白棋是厚实的话，走这个呢，它黑棋怎么还能动呢？这个地方就是在后势，或者说以将要成为后势跟背攻之间，眼位不够。我是在想它活还是不活。对，那我们现在看它的下一步可能是很关键的。拐下来之后，他现在是跳这个。先让白棋中间这个，如果说我们泛泛的这么一看的话，没有眼位不够，对。然后这一带连路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对。那我们来看看谢赫准备的是什么。这边虽然拐下来了，他就活了吗？也未必吧。这边暂时基本上是没问题。因为这边有过，对，好像靠的一拖，他有突过，对，他这地方一拉回来，眼位肯定或者吃掉，眼位肯定够，但是主要是这一带的问题。那怎么处理呢？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刺一下黑棋，白棋刺一下，发现了黑棋其实也没有对特别安定，对，那当然是顾不上了，太混乱了，怎么都不活呢？双方这个棋走得着吗？走得着啊，我这一冲您怎么办？下面还有刺呢，走得着是吧？这不是刺先手吗？这不是冲断了是吗？您这么一说我就犹豫了，莫非他可以压我一冲他冲？不是，我有点想走这个，搬一下。那边不都补过了吗？搬一下再走这个是吧？你要马上冲断我，因为我想这边都补过，但是这个我其实意义也不太大，我一直补回去，啊，算了吧，就补回去了。接上，然后白棋是小尖锥，似乎有通连的迹象。想联络，我想小尖，是吧？他是走这个啊，挤这个，那么这棋他如果单走这个的话，他是会也是走这个是吧？基本上。然后我就唱。他在，对，这样好一点吧，单小尖好一点，单小尖好一点。不做这两个交换，我不用做这两个交换，除非他要接这个，不会。他实战是这样，我们来看他的实战。他是挤，他打吃，黑棋接，然后他也粘上啊，然后他也得小尖。这个小尖，对啊，要阻度肯定是得下这个。白棋能拖啊，白棋硬走这个。走这个的话，他是担心他直接就断了，因为他这个打吃是先手，是先手，所以你冲这个的时候，他可以弄一下打吃就度过了，所以他要走在这，这样的话你断这个，他直接就可以下来，这个双方这个棋形下得很紧凑，搬这个，这棋，你没马上搬吗？慢一点搬，慢一步搬。对，他是走在这儿啊，这个，走在这儿。先看看您这边是怎么拖过的。肯定是要走的，不，他是立的。对，先看他怎么拖过也对的。对啊，我先边
就是有先手了嘛、嗯、如果反正无论您怎么拖过我上面不一定是只用这个，对对是他、啊、这个是一个时机，现在他搬一下、哦、挺愉快的。余下的问题是黑棋要解决这一块棋了，这个棋如果这个段假设是不能成立的话、嗯、你现在这块棋已经进入对手的包围圈了，那白棋这几个子儿也在我包围圈里、啊、这几个只是这样，你如果主动的话我可以这里冲过来，哦冲过来这两个子我跑不掉了是吧、嗯、所以现在实战的黑棋呢是走这个，走这个，那我这个安全联络的话这个断点就有了是吗？嗯，可能有断点拐，或者说起码是他这个就很厉害，冲这个搬搬一下，对，这个目数也太大了，嗯，对吧？冲一下搬这个太大，这个地方当然白的是绝对欠手棋了。那白棋如果马上补在这儿呢，这个地方被黑棋补回去，白的要突破，那可能作为黑棋来说，它也算是有收获吧。嗯嗯。但是现在跑这个风险很大呀，跑这两个子是吗、嗯、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棋，跑这两个子冲，然后再冲，再冲，然后粘上，嗯，这棋是这样，按道理说的话白棋走到这时候是要补的， 对啊，要冲这个，白棋跑了这两个、嗯、这两个什么时候都可以跑，但是他觉得跑到这他便宜了是吧，也有可能，那黑棋现在下一手没法下，对，是我贴一个行吗？不，因为是这样，嗯，你贴一个行吗、啊、贴你要走我就贴，他实战是贴，我们来看他实战，等一下啊，那现在这棋呢是这样，如果白的走这个呢，黑棋这地方是有点厉害的，他要断掉啊，现在又有断了，嗯，他是不是可以这么吃你？这是真的吗？真的。我下来，我等一下。我这是一个眼。吃掉一个眼，这边都没眼，什么地方都没眼。哎呀，我去，这有跳吗？我这个力不先手是吧？嗯，吃掉，吃掉，力当然不先手。哎呀，加一个吧。那个这个，下到这。这个太那个了。白棋大概有问题，所以这地方是要白棋走到这时候补回去了，哦竟然还可以放下来，嗯，哦白棋要补这个，补这个，嗯，那然后他也下了、这个、黑棋当然不能冲这个，对啊，冲这个冲了一冲一吃啊，他所以要走这个，对，这收气了，嗯，急，粘上，然后再打吃，这个气反正肯定是，哦，吃这个，他还能走什么？我也有点，开始也有点以为他是会走这个，这个好像也不见得不行。这不是只有三口气吗？我看最初是以为，但他走这个是最狠的一个下法。哦，他想整体吃白棋，他如果你提掉的话，他要盯下来，把你全吃掉。哦，他要整体吃啊。他想这么吃，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确实让人感觉是有点黑棋胜利在望了。不是黑棋粘，就是先不说这么黑，用得着这么黑吗？我如果粘上呢，我把这个都吃了的话，粘上他飞我冲到就没亏啊。嗯粘上他是不是也粘上？粘上他是不是只有粘这个？那我就叫吃。好吃啊！嗯，接上。我也粘上。您、嗯、这边又过不了。能够过吗？你要走这个。啊。我出去。是说这有挖吗？不是，我可以走这个把你走住了。这边怎么过？我现在过不了，不然的话你走这个我一定可以跳上、哦、但是我如果说
因为我这突过挺奇怪的，我如果说不突过，我搬是能够搬过了，但是搬过也没用了。为什么过？打吃我们就过了。哦，对，我打吃您粘上，您还是从这。但这里没过，这里并不是说是一手就过的棋形。哦。我这里突不过。对。白棋现在下一手棋还是不能过，所以黑棋的话，你说的对，走这个是，也是蛮严厉的。走这个，我们看看白棋有什么棋吗？我看出来了。搬一个。对，我看的是搬。搬一个，其实搬一个不，他打吃这个吗？对，我想他如果打吃这个的话，我从一路一兜他死了。不会打吃这个。这个，那我就粘上吧，然后这样，他就吃了不大了。但你这个有这个利好吗？利的话你冲这样吃，我接着这样、粘上，然后这也能保，这样好，白棋这样好，那他白再也把黑的全吃了。黑棋把白棋全吃了、黑棋把白棋全吃了。这个是十目，十一十二三四十五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但是这边他主要都跑回来了，这个飞也算是成立了吧。可能全局黑的也真的也不见得好，这样。嗯。没有吃的，不，这个白的算先手活，算蛮成功的了。不，实在他可能是利。实际上这个太黑了。这个太黑，是不是黑？我们还是来探究一下。吃这个是蛮厉害的，就是下一步要接，要阻住。然后他就希望这个白棋就这么拖过，然后他粘上。啊，对。但白棋是提了。白棋这样的话，目数肯定不够了吧？嗯，拖过被黑棋粘上肯定不够了。对对对，但是现在这棋黑棋这手棋，我表示大大的疑问。这手棋现在真的是会走不着，走不着。不是，他莫非是读到一二三四，然后打了将？也有可能，但是我觉得不像，可能觉得这里有什么隐藏什么手段。我们来，他立这个能不能把它吃了？那如果他虎的话，肯定是怕这种各种挖。你怎么挖呢？怎么挖呢？各种挖。其实也没看出来。黑棋这块会不会也在我包围圈里边？嗯，他是不是挖这个？粘先手要先粘了吗？啊，粘先手要先粘，不能粘，不能粘，粘完你被人打这个，你太难受。这棋好像也不见得就行，可以打这个。因为我主要看，其实黑棋这块如果一旦被我通连，他也没有。哦，你说的这也对啊，真的是有这个问题。不过他可以退出来。不过他倒是有眼，他那个扎丁，然后这边有眼，周间好像也有眼。对，这样挖了退啊，他接，我就硬着头皮断上去。我把这个可以有吃掉的可能性，我这吃的大，这黑棋可以，我打一下把这个走了，把这边棋补活、哦、然后让你把这个吃通，我再把这打下去，比如说这个这样定性。有这个可能性，对，这个比这个虎了挡吃了有大。然后除此之外，如果这地方还有什么棋呢？第一，白的这个力是不能成立的，它可以挡下去。嗯，对吧？啊，没有，它是如果是靠到这个先手，对，如果走着，它这个力就厉害了。嗯，一力死了。是啊。啊、嗯。他不能打刺，打刺他接上，所以这个刺的时候，黑棋要怎么补啊？那我们举个例子说，他如果正这样的话，我一刺他怎么下手？嗯，哦，这样刺这个，这这才可以接上。然后哦，有可能性，
他会就要是这个接上，他再把这个接上，那他虎的用意就在这儿，接上他踢掉，然后这边脸上他就这样，对，他只是他搬过、嗯、我们终于看出黑棋骨的这个用意啊，一级一段，那他还是不这样是没问题的，对、啊、这个比较不易察觉，原来这个虎应该是、嗯、那这个虎就是对于白棋这个次来说是必须的一手棋，因为不虎的话被白棋次白的就通连了，嗯，对啊，原来这个刺这个，嗯，所以黑棋不敢现在吃啊，嗯，那这棋就是说还真是真是有问题了，白棋突过，对啊，白棋当然是不留，白棋肯定不能再要了、嗯、黑棋走下去，这个棋吃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大，这四个棋绝对也都有收获，嗯，有收获，现在四个子跑不了，加他接渡过他爬，你断他藏进来是你死，然后白棋把这两个子跑出来了、嗯、然后这不是飞到还提了两个对对对拖过，白的收获也挺大，黑棋把那次我觉得是白的便宜了，可能总体上就是白的这个开始嗯挑衅开始冲断以后再转换，白的便宜，你看下边目数好像黑棋也对，现在黑棋还要补下边、嗯、这个白棋下得很小心翼翼，这个赶快冲掉、嗯、防止这个断，对吧，嗯，没有马上还没到这一步，现在黑棋是143啊，143对143是先煎这个吧，对啊，对，先煎这个，这个被黑棋煎着还是很舒服的，他是不走的话他要把这个跑出来不好搬，哦，挡上他就立一个，然后这还有搬，对，都给搜了，这个挺大，这个尖能走到还是很舒服的，他是把这个也冲出来，嗯，然后冲一下，嗯，这个可以慢点走，好像会有走薄的一点嫌疑、嗯、这跑不见得便宜，然后现在他尖的，嗯，然后冲一下，冲一下，退一个，啊，白棋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这是白棋的先手全力，对，什么地方再走一个先手，这刺一下，哦，对，刺这个，刺这个他就不让他刺着是吧，我觉得他的味道挺坏，我觉得好像还是应该接吧，这黑棋，对，就接上就算了，这也没被白棋便宜到手，就他是走到这儿还到这儿，看了这个也是先手的份上呗，这便宜了吗，嗯，不是走到这也是当官，走到这也是当官吗，嗯，感觉这稍微有可能一会儿，你走到这儿的话你这边可能走这个人家还有唬你的可能性，就是但是这个味道很坏，我总的感觉这里的味道很坏啊，然后白棋把那个冲出来，冲出来，黑棋小箭，嗯，这是白棋全力，这挡住，对，这个挺大的，白棋是收这个官子，黑棋收这是，嗯，白棋挤了一个，又不走怕他搬，可能怕他不活是吧？他挤，保持着活的，但是白棋这个味道，哦，黑棋的味道很差。这挤到这，对啊，这顶是怎么回事？顶是先手，对，但是顶完的话，我们这地方这断肯定就出问题了吧？还要补，要补啊，这有断，对，断肯定出问题，黑棋补在这儿，对，补在这儿，我怎么看着还是挺悬的，这还有断吗，断了打吃，他打吃提掉，这打吃这个是吧，那我就搬了就完了呗，不是现在他你不是吃了吗，黑棋我就搬就完了呗，
不，白棋还不肯拔，白的还想断。断不是没棋吗？断一打吃不就提了吗？打吃的时候他可以打吃这个吗？我提掉。他可以跑回来。跑不？他这个断线手，这个断线手他就跑回来。哦。啊，对，跑回来了。跑回来，你要接不贵啊，你就出问题了。哎，那现在就是说可以断了是吗？对，他这个棋黑棋补白的好像有个断的。哦，那现在他走哪儿去？白棋冲一下这个。那白黑棋搬。嗯，搬白的也是有，这个断本来就成立了，这成立黑棋就坏了。哦，打吃的时候他应该吃这个。他有这个吃，你已经不好办了。但是我现在冲着您这个了，您这断都对我来讲。没关系，我先提了。对呀，您不是要拐出来吗？嗯，不是。那我就把这个冲了呗。没有，这是什么谁冲谁啊？你没搞错。现在白黑棋搬这个，因为是白棋这个的眼位，你搞反了。现在然后这个冲过来的话，哦，他这个有这个有断，这个有断，这个有接不归。他现在是白的要先手把这块棋补活，再把这个吃，那黑棋肯定受不了，是吧？嗯。啊，这个棋不是，他还没跑。不是他，他走这个是对的。哦，他走这个。嗯，走这个更好，这个黑棋要崩溃了，我看。这个又是什么意思？他这地方有打了打吃。提掉他已经断了打吃了嘛？这里有冲，这里有冲，这么大的棋，你已经其实已经无法两全了。那。难道不是只有提他粘这个？对，他粘这个其实也是徒劳的，但是已经出棋了。嗯，黑棋把这个粘上。黑棋只有粘这个，不粘这个，反正白的这一段，嗯，这一叫吃。但是这个角不是死了吗？不是，我这边有断，对，啊，我没死。就是说这四个活了，这个角死了。我现在没有要求吃那个四个字。哦，那得补活。不是，你比如说你这个不接，嗯，吃我这个的话，啊，我打吃你一下。那我得粘上。那我断下来。那我得跳回去。你跳回去，我这个历史线索已经活了，一活就活了。哦。所以你得走一个特别。不好吃。你得走一个特别奇怪，主要这种地方。哦，这个，那这然后我这个靠你挖，我没有，但是我这个是先手吃，对吧？我这靠就有了，啊，这就挖哦。嗯，这个也不能吃，所以他只有三十秒一步，竟然下出一个这么混乱的对象。但这棋实战是这样的啊，他是接回去，对，然后他断，这个，没事，他现在断，啊，他这断这个，他不好办，他走这个，对，把这粘上，让他打吃，他打吃，他把这靠住。他一立，他一挡，那只能打一拐，那这个棋等于完全出棋了，这个肯定是没有胜负。白棋把这个吃了，这还有劫，你不能吃它。对，这有劫，哦，这还不能吃是吗？所以那吃了当然还行了，不能吃。如果你现在这有一个接了，再不然这个黑棋，这个还叫转换。现在当然是没法继续下去了。嗯，啊，对。嗯，那就这样，他对啊，那肯定是就已经结束了。对对对，白棋把这个吃了，然后自己上面那个就还不死。那其实这盘棋，我觉得过程中好像似乎看着黑棋有所转机，但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我还是觉得白棋还是会有利一些。就是即便这地方黑的完全下对的话，那黑棋贴目也是一个蛮大的负担。是啊，这盘棋这个快棋中啊，产生这么大的大型的转换，对，嗯，非常的难得。反正回去大家还得好好回味一下，才能看得懂。对对对对，这一代变化有点复杂，也就眼花缭乱。嗯，
那么最终这盘棋呢是谢赫执白中盘战胜了古力。对，那他获得了西南王赛的冠军。哎，也祝贺谢赫首次获得这个西南王。好，那今天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